呢，廖主委，还有我们的文康委员，还有我们的所有委员，以及我们住户好朋友们，以及小朋友们，大家圣诞快乐！快乐！我是钟嘉玲，嘉玲呢，就是呢，在疫情期间大家最喜欢的嘉玲。好，所以就可以记得我。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为大家服务。当我第一脚踏进早安博雅的时候，我的感受是，哇，住在早安博雅的人真幸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管委会，我们有非常棒的主委带领我们的委员，那让我们的早安博雅制造出最美好、最欢乐的社区的一个欢乐气氛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再一次郑重请到我们的廖主委上台？来，跟我们大家再聆听一下。哎，对，然后我们还要再请一些委员上来。来，我们的文康委员，我们结尾有安委，我们委员在现场的，要不要请一起上台来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哇，你们国早安国雅的设计真的是，技术非常的健全哈，是一定要的，真的，哇，你带领的非常好，是不是要帮你们讲这句话，简单的讲话，他们都很棒，团队都很棒，他们真的是我们设计会更好，对，好，刚刚把时间啦，是，就是愿意花时间来。我看他躲起来，是不是不好意思？美女，美女耶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那这样子哈，东辉委员，来快点，来东辉委员，美女。好，我们的服务团队，我们管委会的最棒的服务团队，来，请上台来。我们还有很多人啊，是是是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你们这个技术非常的厉害，很少看到一个设计有这个技术。哦，是是是，了解。好，我觉得哈，他们真的很棒，大家觉得他们棒不棒？对，这样没有声音太小了，他们棒不棒？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能免俗要回应一下哈，我们现在台上的人一起说早安国阳，我们台下一起说圣诞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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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好。这是我们的财委哈，还有你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我们的环委，大家都认识，是小林，每次都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顺。谢谢。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在台上说早安国阳，大家在台